所以是实力派歌手，我想说实力派，实力派一定要参加嘛、欸？开玩笑，你也是实力派歌手、啊，这个开玩笑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介绍你唱歌出来，隆重介绍，隆重介绍，你们前面表现的不是很好哦，啊、真的、哦。想谁人知，痛苦吞腹内。下一位，我们来看看他的剪影。哎呦，哎，有点胖，头有点大。侧面更胖，侧面毛好，侧面更胖。瓜哥，瓜哥，给欢迎一下好不好？你们说，你们说。是实力派歌手，我想说实力派，实力派一定要参加嘛、欸？开玩笑，你也是实力派歌手、啊，这个开玩笑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介绍你唱歌出来，隆重介绍，隆重介绍，你们前面表现的不是很好哦，真的、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你只露出一个头，真的很像瓜哥哎、欸。来，下面一位，好好，我要介绍你出来喽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三组这位歌手——亚洲天团五五六六的王仁甫。哦，有戏，有戏！上大在阮的梦，一大着一世人，上惊日头会将咱拆散。虽然离开遐尼远，阮犹原会知影是你的影，是你的影。叫阮的名，阮用一生成就听。当初细汉袂辜负你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。叫阮的名。需要你来作伴，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因为仁甫啊，听他唱五六歌已经不稀奇。听他唱台语歌才稀奇。我第一次在节目上唱台语歌，哎，完整一首，我唯一大概能从头唱到尾背下来的，大概就这一首。这首歌我记得是因为我小的时候，然后我那时候有一次在 KTV 里面唱，然后我爸妈他说他很喜欢听我唱这首歌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哎，爸爸喜欢听我唱，那我就去练习，所以小的时候就稍微用背的方式，是是，因为不大会讲嘛，所以用背的方式把它背下来。然后这一次他们说要唱台语歌，我就想说，哎呦，该把它该把这首歌拿出来，好好的练一下。对，身为一个专业歌手，那个国台语就各有几首厉害的，这是一定要不断在重复哈，真的要会唱。不会唱台语，真的就不是专业歌手。他一直在重复啊，没有啊，我笑笑笑。林丹的跟山，学习力很强。台湾的歌歌声，饮酒的人无心情。世间的繁华。一首梦一打，也是无脚踏。暗淡酒店内，
悲伤谁人知，痛苦吞别来，一杯够再来。你若有了解，莫问问对到未来。